棒哦，看到这么多人，真的非常多人，而且据可靠线报指出，有人昨天晚上、今天凌晨就在这边等候了。我有听说到，我觉得非常感动，而且昨天晚上其实有下点小雨，不减他们的热情，浇不熄他们的热情，谢谢大家。知道他们训练量很大，还要特别来。你昨天还在训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昨天我们才从宜兰回来，我们已经在宜兰相处三天了。你有发现就是那种很累，大家一起很累的情况之下，那种向心力都会蛮好的，对。所以我们这节目没有什么向心力，因为太少。还是有啊，还是有。这么多人要去哪里玩？这么多人，我们要去 CEA13，然后开始签名。CEA13，哇，今天很多人呢。你有吓到吗？我有点吓到。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吓到，我本来还抱持着那种提早下班的心情，但发现可能要加班。觉得今天心情怎么样？我心情就是，其实因为我都很累，就没有特别紧张或兴奋。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么多人开始夜排，我就开始有点。觉得兴奋起来了，有没有像香长，有没有上去宣传教的感觉？对，继续传教，让更多人喜欢我。二号，你有猜中吗？因为毕竟都看过平常邋遢的样子，并不会因为都今天看起来特别美而心动。对，很难得哎，我们节目可以看成你这个样子是很少的。真的，哎，多拍点，今天有流量密度。应援，自己的节目也要应援一下啊！我们再来一次，所以自己拍，自己编。好，啊，对，火热的香，火热的意义香，来，好，我的节目啦，好啦，好 ，OK 啦，火热的意，火热的香，火热的意香，要记得按赞订阅哦。很快吧？今天没有班，特地来支持香的签书会。这么多人吓到了。其实因为我之前就有在球场演唱过，但其实球场比这边的人多很多，就很像小型演唱会。如果跟今天比的话，球场已经是大型演唱会了，但是我觉得今天紧张的地方在很多媒体，就很多媒体就坐在前面这样子，然后很多摄影机这样，我觉得有点小紧张。本来还好，因为觉得好像就是已经有过经验了，就还好。那发现今天这么多媒体吓到我，大阵仗。可是你在热天他是直接转播出去耶，但就不会是那种就是很多人在你前面，然后拿着很多摄影机的感觉啊，那种压迫感跟直接转播，你直接转播其实你看不太到，你就会觉得哦，好像还好，就是只是唱给现场的那个球迷听这样而已，所以今天会有点小紧张。那个就是丽娜说我唱歌要有气势一点，所以我就选了一双恨天高来，就是给大家欣赏一下这样。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来最高的时候，大家要好好记住这个时刻。美女还有更高的时候，你们啦啦队哦，对，那个台子上面，对不对？那个大概200多，300多。你有上去过吗？有哎，我上去两次而已。你脚会离地这样跳吗？我不会，那个真的很恐怖。我上后来发现为什么学姐他们都不敢，他们都只是这样。然后因为我们都是那种要大跳这样，我想说他们怎么可以偷懒？但后来发现不是他们偷懒，是真的会不稳。我连这样子跳哦，我脚都没怎么在动，我都有时候还会这样子往下看一下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动作会可能这样往右踏一步，往左踏一步，然后我就会看我有没有超过那个线，我超怕我跌下去的。可是学姐他们都会用膝盖会这样蹲一下，对，他们会稍微这样弹。但是我昨天看陈思源，他就停在那边都没动。昨天是他第一次上去那个台子上面，然后我就回答说，他说很恐怖，你怎么脚都没有动？他说会怕跌倒，对，他很怕跌。他下来的时候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有上去过了吗？很恐怖哎、欸，我看他都是这样，动作都走这样，然后下面脚都没在动，很像机器人一样。
没关系，我们会就是上去多吃一点，就大概知道怎么抓那个节奏。你的那个枕头很厉害。我的枕头。人形的。哦。哇，傻眼。哇，你竟然有 follow 到这一波。你的经纪人。哦，对，很厉害吧？很厉害，我傻眼。我们出的作品就是都要给大家最好的，然后我们就是很细心的规划每一次的。那个枕头比你高吗？其实没有，但是快了，还没有到跟我一样高，但快了，就接近1:1，其实还没有到1:1啊。对啊，很赞的。如果没有购买到的话，已经买不到了。下次记得要关注我 IG， 要请早，知道吗？限量的 IG 就是 KIMI850531， Kimi 850531，大家记得来追踪哦。好。订阅、按赞、一响天开哦。